大家好，给大家介绍百家乐的单人操作分析。百家乐的话呢是八副牌堆在一起搞玩的，现在方便的话呢，我就搞了四副牌在一起啊。牌的话呢八副四副都是一样的，可以像我这样子堆在办公桌中，也可以用在牌靴中，这个都没有关系。镜头方面呢可以做到1米2米3米4米都可以定做，各种镜头都可以做。我现在的话呢就用主机的本身镜头，这个主机的话呢是专门玩百家乐的，爆的话是只要扫描过一次就可以直接爆到20把的结果，直接爆是赚钱的点数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爆牌效果啊，比如说我现在用主机79的话呢，它爆完了之后就是说钱家是9点，专家是7点，我们看一下结果啊。钱家是9点啊，专家是7点，这没有错。然后我们再按下遥控，69啊，钱家是9点，专家是6点，我们看一下啊，钱家是六点，钱家是9点，结果没有错，再按下遥控。91啊，专家是9点，闲家是1点，专家是9点啊。这个的话呢是一次扫描就可以知道20把的结果，这个是准确率是非常100%的。如果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演示了，一直看了，如果有兴趣了解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让详细的咨询。